个能放到明天早晨吗？半个小时内吃是最好的。这个是我的吗？对，是鸡肉是不是？对，鸡排吧。对，鸡肉。你好，看看需要吃什么煎饼哦。要一个那个新品，吃香烤肉。香烤肉嘛。嗯。哎，好的，这边送您16元哈，顾客。水扫一下就可以了。好烫烫的哈。下一个就给您做。行，我们邀请进去坐，一会儿出来拿。哦，你这样放开。